妈，你看这怎么样？嗯，不错，挺好，挺好。妈，我姐写的字太难看了。我觉着挺好的，这要去买呀，得花多少钱呢？妈，不给我买鞭炮了。买，日子再紧吧，年还得过。二虾，一会儿啊，到街上买几个花卡子，再买一串鞭炮啊。太好了，妈，我不要卡子了，我有了，把朱姐送的。我也不要。咱们家呀，就这么几个钱。你们的学费不能少，冬天穿的不能少，这么分下来，用在吃上的钱也就不多了。二蛋，今天咱不买鞭炮了，行不行？不行，没新衣服穿，又没鞭炮，还叫过年吗？你怎么越大越不懂事儿了？妈，你说二叔他会回来吗？这都年三十了，怕是回不来了。这二叔也真是的，烧不来钱烧个话呀。二夏，你们几个去把这个对联贴到大门口去啊。你把那个拿。安心，你嘴巴被冻住了，怎么不吱声啊？我得把嘴巴捂暖和了，回家亲媳妇儿。师傅，哎，照这么晃荡，啥时候才能到家呀？快，要顺当的话，下午就差不多到了。冷不冷？不冷。我一想到过年能回家呀，心里倒是暖和的，是不是？哎。把脚都磕着磕着，别冻着啊！哎，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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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爸，咱家啥时候能天天吃饺子？就你嘴馋。妈，没鱼没肉，饺子馅儿都是素的，喂兔子。凑合着吃吧啊！妈实在拿不出钱买肉了。可这有什么吃头？耳东闭嘴。本来嘛，人家过年都有新衣服，我都没有。我们大家都没有啊。饺子馅儿都是素的。妈。不管他，咱们包饺子。我就不要吃素馅饺子，我要吃肉。你再喊，就不吃就不吃。耳东，乖，过来和姐姐一起包蒜。我才不要嘞，我要吃肉。耳东，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？你不要以为人人都惯着你啊！你要再喊，我揍你。谁怕你？哎，让你反悔！哎呀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呀？大过年的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你这是干什么？都是你，不是我，是你，都是你，谁都是你，你们走了没有？这个年没法过了，你们要说声不过了，马上就走。妈，妈，你别这样，是我不好吗？妈，你别这样，妈，你别这样，妈，没法过了，这年。哟，都挂小灯笼了、哦，回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走啊，宝珠，走啊，宝珠，哎呀，你说你这孩子，走啊你，哎，打什么呀？我回来了。回来陪你们过年。看二叔给你们买啥了啊！别急，你看这是啥？鞭炮。炮竹，一会儿二叔带你们去放炮，好不好？好。耳东，你再看这是啥？新衣服。新衣服。耳东，快下来。去吧。啊，尔枪，这个过来，你也有新衣服，先给穿上。
二叔，这得花多少钱呢？二叔发工资了，还有奖金呢。正合适。这该买的东西二叔都买了，不能空手回来。这过年啊，别人家有的东西，咱家都有。哎，二夏，这是二叔给你买的衣服，一会儿你试一下。谢谢二叔。傻孩子，跟你二叔还客气。妈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尔秋就是聪明，这个叫围巾。嫂子，这围巾是给你买的。哎呀，看你这钱花的，这不是过年吗？我是临时决定回来的，所以就没给家里捎信儿。回来了就好。坐火车回来的？没有，没买到火车票，我坐大卡车。坐车顶上？对啊。哎呀，那多冷啊！这没冻坏吧？不冷。我一听说回家过年，我这心里都是暖和的。大姐，二叔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哦，对了，还有这些东西。嫂子，这些东西啊，肉啊、鱼啊什么的，都是我从内蒙带回来的，又便宜又新鲜。我跟你说，这卡车就是天然的冰箱。对了，还有这粉条，土豆粉做的，又筋道又香。志强，你快歇会儿啊，二夏。给二叔倒杯水。不忙不忙，我又不是外人，咱们赶紧下厨房把肉炖好，把馅儿剁好，好不好？孩子们，好，今天听二叔的指挥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咱们开扇。新年好，快起来，扶了扶了，弄脏了啊！来，大哥，你放心吧，这个家有我在，散不了。志刚，你就放心吧。等急了吧？快点开始吧！好，嫂子，那咱们就开吃了。开吃，开吃，来，开吃，开吃。哎呦，你慢点儿。哎呦，孩子们，一会儿吃饱饭了之后啊，二叔带你们去放炮去，好不好？好。来，多吃点。那就来吃点这。
家这围巾就好了。哎，别寒碜我了，这色太艳了。不艳，我特意给你选的，真好看。你看，多漂亮！你要去看你师父啊，把这个带去，替我向他拜个年。咱俩的事儿我告诉他了。你怎么什么都跟人说呢？我信得过他，在我心里已经把他当成大哥了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心里闷得慌。你不应了我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志强，你说你这一根筋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呀？这是娘胎里带的，改不了。大过年的不说这个了。可我马上就要走了，以后不许再提这事儿了。你快去吧。七师傅吗？臭小子，大过年你吓唬我！师傅过年好。哎，凤霞，哎，快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师娘，这是我徒弟志强。哦，师娘过年好。我来给师傅师娘拜年来了。老听秦汉说起来，来来来来，你也是，来就来吧，还带东西。这不是头回来吗？快快快，进屋。哎，来来来来来来，哎，烧点水啊。好嘞。哎，师傅，哎。你还别说，你家挺干净啊。哎呀，就那么回事儿吧。哎，你嫂子能干，你看那小院收拾的多干净啊。看得出来，我师娘也是利索人。哎，你可别夸她。这过年呢，儿子没回来。他刚当兵，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呀？也是啊，你别忙活了。哎，师娘。哎。早盼着我师父回来了吧？是啊，这不回来的时候盼着回来，好不容易盼回来了，又要走了。你这人就不知足，那总比不回来强吧？那是，这大过年的回来一天也行。是是是，你师父可说了，这些年他收了那么多徒弟，就跟你啊最对脾气。是吗？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赶紧去炒俩菜。行啊，让我们哥俩喝一杯。哎，师娘别忙别忙别忙，来我们家可别拿自己当外人啊。好。嗯，哎，快别忙活了。回来啊！你俩真的，我是说，你和志强想哪儿去了？没有就好。哎呀，其实说起来呀，这家里呀还真是不能少男人。你说老唐，他要是没有那一身毛病，也挺合适的哈。我看呐，老唐对你呀真的不错。他又去找你了，不止一回了。你跟他说，除非我死了啊，让他死了这个念头。真不想在家了，还有大半辈子呢。不嫁。来，志强。先和你师傅吃着喝着啊！哎呀，师娘你别忙活了，干一起吃。我还有俩热菜呢，你俩先吃着。哎、别忙了，不不不不。志强啊，今天和平常可不一样啊！来，我来。咱普通老百姓，这累死累活的，里里外外的一年图什么呀？就图这几天。今天啊，咱要敞开的喝啊！来来，这第一杯酒我敬师傅，感谢师傅对我的照顾，真心的。舒服，哎，尝尝这菜，尝尝这菜，尝尝。怎么样？嗯，馆子里买的吧？哼，这我不是跟你吹啊，大大小小的馆子，我下的多了，都不如我媳妇炒的菜。
好吃。师傅，嗯，不瞒你说，我真羡慕你。我有什么好羡慕的？一个老工人。你说你找了师娘这么好的媳妇儿，她又把家给你置办的这么温馨，给你生了个好儿子，在部队上，这多好啊！这就叫幸福。你不像我，找个对象都那么难。说到这个，我确实是觉得幸福，觉得这日子过得呀美。不瞒你说哈，我跟这个我媳妇认识的时候啊，嗯，我那时候小伙子，刚有这方面的想法，我就盯上她了。啊，我觉得这姑娘不错呀。从那以后，我这眼珠再就没看过别的女人。真的假的你？不像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搞了这个搞那个，谈完这个谈那个。哎，你说说你，你搞过多少个？你说那么难听，什么叫搞那么？我跟你说，我中学的时候就谈了一个对象，我谈了挺多年呢。后来呢，我眼巴巴的看他成为别人媳妇了。那怎么整的？那是，我也不知道。再后来就没有了。啊，再有，就是我大嫂。哎，说你嫂子这个，你不是给她买了个围巾吗？怎么样？挺好，就是对我还是那个态度。有些事儿啊，得看缘分。师傅，嗯，这大过年的，我也不怕你笑话。我呢，都做好准备了，想舍了一切，跟我大嫂在一块儿，我也能感觉出来，嫂子心里有我。可不知道哪儿出了问题，就觉得怪怪的。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啊？不是，笑啥呀？志强，那你说，你是想放弃啊，还是想坚持啊？我当然不想放弃了。你不放弃，那这就是很悬的一步。这就好比两个小丫头在那块跳猴皮筋儿，抻得紧了就容易抻断了，抻断了那就绷着手了。那你啥意思啊？我的意思啊，就这四个菜，你说你干嘛非要端那盘烫手的呢？放一放，凉一凉。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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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别洗澡了，来来来，干了，来。郑宝珠，你听我说啊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许你去啊，不许你去。哎，我就给大嫂拜个年去。你跟铁蛋谈恋爱，你上尔家干什么去啊？谁跟铁蛋谈了？没谈，整天腻歪在一起。你没看着他黏着我呢呀？再说了妈，你没看着李婶这两天见人都躲着走？我是妖怪呀，躲着我。我压根儿就没心思跟铁蛋谈，我那都是应付你呢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就知道你忘不了尔志强。那志强和铁蛋两个让你选，你选谁？你这事儿以后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儿不许去，掉粪。我掉什么粪了？人家都不爱搭理你，你上杆子。你行了，在家老老实实跟妈待着，跟你妈包饺子去。走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有心事儿？你二叔明天就要走了。妈，你二夏，知道你二叔有多苦。这几年呢，他把几十年没吃的苦都吃了，妈看着都心疼。你看这回家过年吧，爸妈把你们都打发得欢欢喜喜，可他自己啊，在大冬天里干活，手上都冻的是口子。二夏，你二叔也是人，他也需要家里人的温暖，你们叫他一声，他都高兴得跟什么似的。
呢，二秋，是不是想上学了？嗯，二叔，我想让你跟小薇老师说一声，我开学就去。那你觉得自己好点了吗？我觉得我好多了，真的。好，那二叔就去跟小薇老师说，好不好？嗯，你别着急，早点睡，乖。嗯，去吧，乖，听话。嫂子，二秋想上学去。那你觉着呢？不如就依了孩子吧。他一个人在家也挺孤独的。这快落了一学期的课，学校那边行吗？我找小薇说去。那就算学校同意了，这二秋跟得上？哎，那就试试吧。嫂子，二秋的恢复治疗咱们得继续，平时没时间去，那就礼拜天去，一定得坚持。不是说效果不好吗？那也比中断强啊。哎，高富，你赶快起来吧，这都几点了？今天初二是回门的日子，家里人都等着呢，赶快起来。哟，你还知道初二是回门的日子呀？那大年三十你怎么不跟我回老家呢？我爸不是生病了吗？你赶快起来吧。病了？我看是成心的。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你别以为我看不出来，你家老爷子根本就瞧不起我，他就没想让你跟我回老家。随便你怎么说。我说的不对吗？就拿那个课题来说吧，我费了半天劲，功劳最后是人家的，我连个职称都没有。最可气的，你爸居然无动于衷。那你怎么着啊？难道还让我爸去给你抢？那当然应该。还有你哥，张罗着给人家尔志强找工作，吃撑了吧？他瞧不起我就直说，别变着法的欺负人。哎，到底谁欺负你了呀？你们一家。我们怎么欺负你了？你们就欺负我了。无理取闹的。你到底去不去？不去。不去了。你自己睡吧，我走了。哎，哎，你真走了？我这。